难啊！我的天哪，觉得好容易撞题哦。那是这个吧？我查一下 ，Google 一下。对啊，我现在也在 Google 哎。我觉得应该可以。做了什么事情？啊，你做了什么事？你自己讲。啊，直接开个农场文啊！这围大概一百个人啊！哇！哇哇！这是他发明的吗？嗯，会不会撞题啊？有可能哦。为什么会撞题？我觉得我的很容易撞题，我觉得太简单了耶，太普通的人了。哇、哦，好难哦，我自己都觉得好难哦。我也觉得这个很难改，我也觉得很难改。我觉得我这个算简单呢。哦，只是字一定不一样。一二三四。哎呀，那个你查的已经十三个字了，不行。要多久？自己没事。我吃完了，他好了，他好了，他好了，他打勾了。嗯。好了，就要先催别人。哎，十个，你要加个什么啊？哦，啊哦，有了，十一嘛，十一个字嘛，度。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十一个字吗？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感谢陈旭定。哎，这个应该可以盖得出来。不会很难。八九，我会了，我会了。哇，这个不得了啊！在我后面的，终于要庆幸他在我后面了。终于。现在看不到在谁后面了。现在好像看不到。小哥，你抢走小妹妹的颜值武器。跳一下看一下。巧克力抢走小妹妹的盐酥鸡。我是现代人物，没有之后可以用了，还没变成历史，快变历史了，我有了这里哦，他还没有变成历史。啊，我这个、啊、三国史好不好？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嗯，好了，我敲到，我竟然是最后的，来，什么？一峰哥，我在鼻孔后面，什么东西？什么盖呀？什么啦？好难哦，好难哦，一峰，等一下，你这是什么？皮，你这是什么 ？Google 呢？口音 blog。好难哦、啊！好，这可以，这可以，这行。你们一定要这么有气质吗？超难呢、欸！我觉得我超强。我觉得不行，巧克力立板。我的天哪、啊，这个东西是哪里呀、啊？嗯，是我的颜色。盖谁的？我有点。现在看不出来盖谁的，是不是？可以啊。看得到啊。那个。看得到啊，对话框。嗯，哦，不是啊，我连这个人都没听过哎、欸，我地板不会改啦，是什么啦？是啊，我只能自己打的啦，我只能盖出人哎、欸，怎么办？这台湾历史，台湾历史，完了，你最好先 Google 再说话，我 Google 了啊，可是完了，我就你们不会有人要盖什么廖天丁之类的吗？应该没有吧？这都忘记有这号人物了。这个东西盖太小，会不会被误解？我好想放弃哦，可以不盖了吗？你盖谁的？你为什么放弃？我也好想放弃。这好难哦，好难哦！但是我的妈呀，
补钙 L 开头的。恶魔题目啊！我的月亮呢？我的是米菲。我天哪！用这个字还要瞧？有没有办法拽起？好难过哦！光拿方块出来都觉得难过。可以啊，秋风。很难过，跟秋风有一样的感觉啊。好了，干嘛盖那么大、啊？哦，这是什么东西呀、啊？我人名盖出来了。厉害啦！我事先看不出来啊！你看得看得出那是那是是那个人吗？我们何苦要这样为难彼此呢？对啊，妈呀！妈啊，好难哦！下一题绝对不要再盖再盖类似的东西哦！我错了。秒后悔。嗯。哇！哦，magic， 会了。他那个东西在哪里？你想瞪我？盖什么鬼啊！我盖的这么棒，这是什么东西？哎，题目在下面，你不要随便把题目啦。小手都要说话了，真的。请盖出，你不要念出名字，你不要冲动。名人吗？对啊，历史名人啊，历史名人，这是历史名人，你不认识对不对？叫你多念书嘛。哇！要离了，要离了，要离了！哎、欸，等下，你可以问他，我以前历史真的超烂。在吵就把题目念出来。那个繁星的历史好不好？嗯。繁星的历史课有没有及格？没有。好像没有。对，没有，我完全没及格过。我忘记了，过那么久。他说他比你厉害啦。屁呀、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历史都很高的哎、欸，都破90了哎、欸。我没有过60过哎、欸，没有过60太低了，啊、太惨了吧！我以前真的是好学生，很扯，很乖，但是就是成绩不好那一种。完全跟我相反。哦，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种就是相当于不乖啊。对啊，所以我被当后段班的在教。哎哎，嘘嘘嘘，嘘嘘嘘，实验家哦，嘘嘘嘘嘘。大提示，来 Google 一下他要怎么盖。我只能这样盖，应该不会有人知道。对啊，正常人都不会知道的。对啊，哇哇哇，这个我觉得。我觉得差不多完美了，接近完美了。你不要再讲了，麦克风了。等一下，我要关麦消音了。麦克风了，够恐怖哎！说到这个，也就最后人物了，好不好？哦，米菲好嘞。开玩笑，妈。塞，米菲，天哪，你们，米菲也太强了，你们是经过什么锻炼呢？对啊，念书念多念几年真的有用哦，有用啊，哎，不是啦，谁跟你多念几年？准时毕业，准时毕业，看得出来啦。我觉得我等下会被巧克力杀了，我觉得我待会会被我后面，虽然我不知道谁。反正我会崩个他，你又不是盖我的，为什么我要扎你？你是把我盖进去了，好可爱、喔。看来是的，我觉得不舒服。真的吗？超可爱。那个红色斧头也不算历史事件吧？我还活着，而且红色斧头跟我无关，跟你无关。
不是你干什么？不是你干什么？好委屈哦！好像那另外一像那个哇，好难。哎呀！干什么东西？你转少成这样，可怕！刻出你邪神像啊！邪神像，哇！怕爆！就是加油添醋了。听到这个就可怕、哦。没关系，那个你不在我附近，随便你、啊。哇！不要这样啊，我们有话好说啊。我要被这个跟他的粉丝给看爆了。为什么会有人在里面呢、啊？还有粉丝呢？一直人物看不出来，只好改现代版的。这样很像。你不要乱来啊！不要冲动啊！啊，就这样可以。你们真的有在出历史人物吗？我开始怀疑了。有人很乖，有人有的。对啊，不然他的粉丝早就。做骨了应该历史真的是不知道啊看一下哦我觉得和你后面那个人第一个人大家会知道第二个人我自己都没听过，我的妈呀！我也不知道是谁啊。你自己也没有听过，对不对？你也不知道他是谁。哇！没有，我是说他后面那个。我觉得不行，这样行吗？可以啦。我想尝试，你是可以啦。不用纸。该越奇怪了。是不是不该用黑色？哎呦！可以啦，可是大家还可以吧？哎呦呦！应该没有限时吧、啊？没有吧？应该没限时吧？可是他有那个，他有写几秒哎、欸。他不是会给碳而已吗？哦，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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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哦，贼哦，吓死人了！哎、欸、呦，差点忘记他没有。哎呀。哦，用这个就可以了。真的很像哎、欸，接近完美了。一定是死掉的事吗？是吗？死了才什麼意思啊？一定是过去的事吧？那 TPA 拿总冠军可以吗？啊、世界冠军？那个，不是，那是一个事件，但它不是历史人物啊，对不对？我们现在不是说该历史人物做一件事件吗？对啊，但他还活着，所以这不是一个历史人物啊。这样好像好一点。我觉得我盖得很棒，完美。就这给我盖一百年都不够。你盖到变你变历史人物了吗？对对对，盖到都可以以我出题目。
的历史事件就是盖了一百年还没盖出东西。还不错，蛮棒的。你的。我还以为盖到会被人杀掉，然后就变历史。杀掉了。代替哦。我管他，谁知道这个、哦？我觉得没人猜得出来、啊。我也猜不到，我上一局要在干什么、啊？那绝对猜不出来啊！对啊，这边不行，才好玩啊！会啊 ，OK 啦。下家谁啊？要。我上一家是谁啊？我上一家是你啊，皮。哦，真的、哦。嗯。所以你是猜我的皮？你皮绷紧一点哦。我尽量。好凶哦！好凶哦！危险、啊。皮绷紧了。可怕！可是这个真的很难。我觉得我盖的很可爱。这个算。